我是一个大猪蹄子，你不是在追黑妹吗？咋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了？人家才拆了500椅子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要是让你全拆了，岂不是人人都成铁屁股了？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伊泰呀。这次加强以后，我们可爱的小艾玛又可以名正言顺的拆椅子了。不管是谁坐，起飞的速度都会降低10%，相当于点了3年的假妹呢。不过在有人招鬼之前，咱还稍微留一点，避免把图图招过来嘛。嘿嘿嘿，小波波，你咋过来了呢？你去拆椅子吧，这台电机我来修。哟，正好，那我可不客气了，小椅子们，你看我来了。咋还有心跳呢？我是一个大猪蹄子，你不是在追黑妹吗？咋这么快你就移情别恋了？人家才拆了500椅子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要是让你全拆了，岂不是人人都成铁屁股了？哎，好像真是这样。谢谢提醒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一会儿我就不客气了。来吧，为了感谢你，陪你好好转两圈吧。我得想往这边跑呢，这里的椅子我可一个都没拆呀。哎，失算了，溜了这么久，两个小风风都已经就位了。老杰克说了的问一句，您的腰扛不扛仗呀？我去，居然带了金身。哼，我决定了，这把我坐过的椅子一会儿我一定要把它拆掉。就剩最后一台电机了，黑妹还被抓了，而且我们仨还都是半血，这可咋办呀？一号前锋也倒了，3号在压电机，看来救人的重担又落到我的肩上了。哼，看我咋羞哭这个小杰克的。哦对了，这把椅子肯定是要拆的，看你这个玩儿宝，还想来抓我，够贪的呀。谭星可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哟。等，气死你。哦，前锋追上前来了吧，陈七赶紧过去救人。嘿嘿，大行动来的正是时候，开大门去了。娜娜，宝人觉得什么情况下应该拆椅子，什么情况下不应该拆呢？可观评论，告诉三太吧，行动安静。